师队惊涛骇浪中击败悍将。记者黄世元社，胜利投手罗米奇 ,11W8L 败战投手罗利 ,8W7L, 胜利打点潘武雄。三局下第九局师队换上陈运文关门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胡金龙九局上又开轰。记者黄世元社，胡金龙在九局上轰出三分炮。记者黄世元社，胡金龙单场双响，贡献五分打点。记者黄世元社，第八局师队再度更换投手邱浩军，上来让王正堂击出二垒滚地球遭到刺杀。不过接下来先被胡金龙敲出安打上垒，蒋志贤再扫出右外野平飞二垒安打，帮助悍将再追一分。高国辉又补上穿越游击防线的反弹球形成一垒安打，林哲轩敲出三垒界外区高飞球遭郭富林美计接杀，最后邱浩军稳住阵脚，三阵吊带打的高国林没有再掉分。悍将换上林晨化登板投球，一上来先快速抓下两个出局数，不过接住面对代打的邓志伟，却被他轰出场外阳春炮，帮助师队拿下第九分。邓志伟在八下代打开轰。记者黄世元社，邓志伟代打击出阳春炮。记者黄世元社，邓志伟在八局下代打击出阳春全垒打。记者黄世元社，第七局师队更换投手王敬明，让悍将三上三下，而续投的张俊龙也让师队三上三下。第六局前五局遭到封锁的悍将打线终于苏醒，王正堂先敲出左中外野方向平飞安打，成功延续自己连续18场敲安纪录。胡金龙开轰敲出左外野方向两分炮，帮助悍将追回两分。蒋志贤敲出三垒滚地球造成野手接球失误上垒，不过下棒高国辉却敲出三垒滚地球形成双杀，5-4-3。而林哲轩则敲出穿越三垒防线的安打上垒，但范国臣未能延续攻势，副帮悍将新人王正堂连18场敲安。记者黄世元社，胡金龙在六局上击出两分全垒打。记者黄世元社，胡金龙在六局上开轰与队友庆祝。记者黄世元社，悍将由接替罗莉的蔡明进续投，不过陈杰显一上来就扫出右外野阳春炮，师队拿下第八分。一出局后郭富林又敲出内野安打上垒，悍将赶紧更换投手张俊龙，让潘武雄击出投手邱前的滚地球遭刺杀。陈杰宪在六局下击出阳春全垒打。记者黄世元社，陈杰宪敲出阳春炮，开心与队友庆祝。记者黄世元社，郭富林敲安上垒。记者黄世元社，第五局两出局后，于孟奎突破罗里奇封锁，敲出悍将此役第一支安打并跑上二垒，不过攻势仍未能延续，留下二垒的残垒。五局下半师队又有攻势，郭富林、潘武雄连续敲出安打上垒，陈庸基牺牲触击失败形成小飞球遭接杀，不过范国臣爆传，两位跑者往前推进上二三垒，唐兆廷穿越游击防线的滚的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，罗国龙中外野深远飞球形成高飞牺牲打，师队再下一城。陈仲宇再补上左外野飞球落点巧妙形成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，随后陈仲宇到上二垒，并利用捕手传球失误继续推进到三垒，不过最后黄恩赐二垒后方高飞球遭到接杀，郭富林五打数击出四安打。记者黄世元社，第四局两出局后，高国辉选到四坏保送上垒，随后又到上二垒，但林哲轩仅敲出滚地球遭刺杀高国辉。记者黄世元社，第三局罗里奇展现压制力，连续用滚地球解决三名打者，让悍将无功而返。而下半局师队攻势再起，陈杰宪敲出投手强袭球形成内野安打，一出局后郭富林敲出中右外野平飞二垒安打，
潘武雄也突破萝莉封锁，敲出一二垒尖棍的安打，先送回狮队超前分。郭富林也利用右外野手接球失误跑回本垒，狮队再下一城。紧接住陈庸基又敲出安打，送回狮队第四分。潘武雄在三局下击出一分打点一垒安打。记者黄志源社，统一师潘武雄在三局下击出一分打点一垒安打，随后又靠住失误上二垒。记者黄志源社，第二局，此局罗里奇回稳，让悍将打者三上三下，下个半局罗里也还以颜色，让狮队三上三下罗里奇。记者黄志源社，富邦悍将先发投手罗里。记者黄志源社，第一局首局开始，罗里奇就先四坏保送悍将开路先锋陈品杰，随即回稳 K 掉近况火烫的王正堂。胡金龙敲出三垒反弹球遭到刺杀，不过成功推进跑者上二垒。蒋志贤敲出二垒方向滚地球，吴杰瑞在接球时却发生失误，让悍将以1比0先持得点。统一师先发投手罗里奇。记者黄志源社，下个半局，陈杰宪敲出飞球出局后，吴杰瑞敲出左外野安打跑上二垒，郭富林也跟住敲出一垒安打，下棒潘武雄跟住再敲一安，送回狮队破蛋分，也将比数追平。不过随后罗里连飙二 K 成功止血，两队一比一平手。潘武雄在一局下击出一分打点一垒安打。记者黄志源社，先发大旭，